2024年9月初四，今天是礼拜三齁。那今天整个台湾天气呢，风台外围宽裕的影响啊，这个各地呢都差不多有可能出现到这个短暂雨啦齁。也不离个北部所在温度真高齁，真热，这个注意37度以上的高温。啊，中南部的所在过到过了又完全款齁，啊，有各部所在有这个做短暂的雷阵雨。古历加到八月初二，气温的方面，对北到南温度27度到33度，这是咱天气状况，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好嘞，感谢啊！今晚呢，咱就来加进行着今仔日的节目，咱开始来个看新闻啊。来，首先咱们来个看这个瓜分题有关的新闻报道啦，吼。咱今仔日有看到台大医生啦吼，为瓜分贴的代志来做公开，来做道歉回事的，啊嘛要来分析，讲瓜分贴伫咧讲话的进程是安怎样啊吼，拢会调高一点咧砍卡扫，安尼轻轻安尼轻两声扫两声，原因是啥吼？咱那个看这个台大医生伊到底是安那讲？你讲国党的党主席郭文铁最近呐、啊，深深陷入了惊花城备案的风波啦。啊，同款嘛是台大出身的一名医师啦，这是台湾医术法律学会的执行长罗俊宣呐、啊。罗俊宣啊，这个最近特别来向着社会鞠躬道歉呢，啊，同时伊嘛来分析着这个瓜问题，哪里接受访问的时阵是安怎样，我拢会底下咧扫啦。伊讲可能就是因为讲白贼话啦。罗俊宣医师伫昨昏诶播出的节目《全国第一用》当中，伊有讲着讲瓜分贴伫咧讲话进程，拢会出现着这个砍卡扫的情形。伊来讲出着原因，就是这个人咧讲白贼，伊咧讲大脑若动了真紧的人就对了啦，脑部会袂赴人做协调啦。啊，那脑筋动了伤紧，脑部袂赴人做协调呢，咱的脑后自然就会缩下来。啊，脑后就会缩下来缩暗呢，你要讲话汹汹会无声啦。你就必须要吼借砍卡扫吼来扫鬼声，和你的脑后一旦吼啊，这个啊生气、灵气、亏气，安尼才好讲话。罗俊宣伊进一步来分析，讲因为伫咧盘算如何要安那骗人吼，诶人才会唔敢去看镜头啦。因此，当这个郭文婷呢啊，伫昨昏做日行出台北地检署的时阵，伊就一直吼向着伊手当中的广告，迄张告纸一直看，就是因为开始要讲白话啊。另外啊，甲个问题同款，拢是代代医师出身的罗俊宣呢，也特别伫节目内面表示，讲伊要代表着代代医学院内底所有的医生，甲社会搁再讲一次道歉，讲啊对不起，歹势啦。接落来，伊就对着镜头来鞠躬呢。罗俊宣直接指讲吼，医生的养成过程当中啦、啊。大家拢爱接受着医学伦理的教育啦，啊，毋过有一挂人伊着特殊咧，阿爸骄傲，阿家袂下，无法度吼人教化啦。啊，最后罗俊宣医师伊着直接正讽刺咧讲咧讲，啊是吼，带转去互郭文铁因老母教好啊，安尼啦。这是咱看到，今仔出事就较较较真实啦。这是咱看到这个罗俊宣吼，伊来针对着这个啊所谓的瓜分贴是安那，咧讲话进程拢会调高于安那点砍卡扫吼，伊就是讲咧讲白贼话啦。啊，都罗俊宣吼，伊讲吼啊，伊底下咧啊，伊就代代的医生来个社会大众回事咧，以外就对啦。咱进程嘛有看到一篇东西。
去用个吊门诶，迄段期间刮门贴无，无脑呆呆，医生就底下互相道贺啊，哦，底下传手机啊道贺，啊要烧酒讲，要饮酒啦，要庆祝安尼啊。这个人吼、哦，真正吼、哦，够无人言诶。我今仔那个做空格，结果嘛未出来嘛吼，啊未啊未听未啊，有压力嘛吼，嗯，不熟悉了。阿伯有阿伯听到，嗯，因为拿好打扫这种物件哈，倒不是讲从这个医书讲的，讲到绝对就是要讲白菜啦。啊，我慢慢买了，开着开着啊，有阵时要买啊，去欠啥你敢买啊？欠荤油的猪肉，哎，你看完这个结婚的人都唔免欠，哈哈哈哈哈，我唔免欠。你唔结婚就该欠啊？哎，对对对对对，我这个拿好不用荤油猪肉嘛，嗯，那过好掉的嘛，哦。所以我们在阿边，你来想要讲白菜之前有无哈？你现在结婚的啊？无人会那特地，你表示你包括大大医生哦，不用不停中间大家拢有熟嘛？嗯，啊，不一定嘞，医生不一定拢有熟。对，我种多数拢有熟啦，吼，认识啦，吼，家己的时候那呢拢会熟哦。有人家讲安尼哦，这实在是未正确的了，吼安尼。所以哦，这代人哦，真正我唔知咩讲啊，啊，那唔知介绍的人上多。对啊，唔当见识就天下无敌啦，是安尼啊，吼、嗯，对唔对啊？好啦，那咱来讲过讲，时教吼，即你无想要讲挂门贴，你无讲就未使。时教规个心拢总是伊个对啦，哦，啊，真正样样，哦，规个拢总是伊个代志啊。一时咱诶，咱医生是较无爱讲爱讲尔，啊，别个医生头做诶吼，哇，挂门贴挂不人个咧。嗯，那以我甲看啦，吼安尼啊。那像 BI 就是 BI， 遐所有的小草啦，哦，遐阿草啊，遐就对吼，到这样时啊，已经公家阿咩啊，人伊嘛是这个。不停啊，国家来啊，伊啊，佫有人提啊那个声纹。有啊，嘛是有啊，嘛是两番有啊，哎，啊，这是人数无济啦，哦，人数无济啦，吼，伊比迄个鸟翔啊啥比起来，伊还佫差较远个啦，嗯，人家鸟翔咩？那是讲伊种较无人会讲用啊，用伊无出政治嘛。哎，对啊。哦，伊无出政治嘛，啊，你要来信话，这是你私人的代志。啊，你若唔信话，啊嘛是你私人的代志。对啊。啊，我要换一个好车，啊是你要送我换一个好车，啊是啊，我未用着国家的钱嘛。哦，所以两个人就未讲伊啊，对啊，啊这就差一点尔，吼。对，来。这等哈，继续等，等这个高音化变哪里啦？啊，是加复活哈，加迄个香港台，还是咧温顺讲定重新开这个变哈？是，再让个等安尼啦，吼。来，另外咱们那个看一篇这个公报告啦，吼，这嘛是针对这个啊，京华城内底案件呢。你讲国共党主席郭文铁牵涉的京华城容积率的备案，遭受到行政羁押啦吼。经过台北地方法院裁定，无报请回台湾建筑学会理事长中原，嘛是中原大学吼建筑系啊的教授张公忠就对了啦。这个张公忠伫这个台北市，伊曾经捌伫这个啊台北市的都委会的委员任内。古拉岛来表达反对，伊昨透早伫伊个人的面书吼，发表了一篇文章吼，啊，千多字呢。伊强调当初京华城的容积率吼，将立案吼，提案的理由甲内容无合法，而且事出无合理的，更加直接讲啦，讲这个案件牵涉到真重大的利益啦。啊，而且吼、哦，前后经过六年的审议政治，林不贵应该以一句讲，哎、欸，我拢唔知影，我外行的，安就甲带过啊。台北地检署昨昏以着证人的身份来传唤吼，这个教授张公忠啦。啊，这个廉政官下晡呢，将伊移送吼啊，这个台北地检署复讯，问了将近三点钟啊，结束呢，询问了后，大请回啦。
张公忠、张亨是拢无接电话，一直到甲阴暗九点外，透过朋友表示讲无方便接受访问啦。伊要讲的已经拢伫伊的面册写甲真清楚啦。张公忠伫伊的面册铺文章表示讲，伊伫2017年的1月到2020年的12月31日，和台北市政府请入去做吼啊，这个多委会的委员啦。伊讲伊伫出席了四道的会议当中，除了第一道。因为无实施这个案件，所以第一道伊拢点点，无表达任何意见。后来三道的会议当中，因为伊了解申请单位嘉华城的提案理由甲内容有无合法，而且是足无合理的，因此徛伫专业的判断呐，拢提出了反对的意见。张公忠。教授会强调讲，2019年9月初9日，多委会的第783道的会议通过嘉华城的融资奖励20%的时阵，已经唔是咧做啊，这个多委会委员啦，嘛无法多人了解这一次的审议的过程，伊非常敬佩。三年前就已经有人注意到这个案件有问题的市议员啦，包括伫今年开始正拍拼咧对查这个案件的市议员这的人。和这个案件未讲吼，掩埋伫这个历史当中，大和偷渡成功去。这个张公忠教授伊阁提出5点伊的看法呢。首先提出政治人物啦，未在一定的高度必须要明辨是非，特别就是面对惊花城啊，这个案件牵涉到这么大条的利益，而且已经啊经过6年的审议啊，卖甲我讲不知道。安尼一语带过，什么话拢唔知道，而且期间一个有委员拢是持反对的意见，表示这个案件有争议，更加必须要吼听甲了解反对理由甲因果得失。咱有看到张公忠，迄当时做国民党台北市长任内的多委会委员。唔定伊了，骨力系拢讲你这个案件安尼落重无合法，嘛足无合理。黑社会的公务人员，对，结果国民队讲我拢唔知呀、啊，迄专业的迄我也无专业，我当然拢唔知呀、啊。安尼有，安尼有笑，安尼有法度人家一个，迄个病医佫较空安的台北地方欢迎，不管甲话讲，你唔免交保，我请你回去啊。所以。人就大家即卖咧笑嘛，讲迄个法官搞不好，有那是小草之一啦，对不对？我有那阿草的对啊，因为伊个理由根本就太牵强，讲袂过嘛。哦，所以大家都唔知影。啊咧，有这种感觉，中间就对啦。这法官是袂通的。我袂通，唔是大堆啊！啊，看在阿边啊，你后迄个做啥物啊？即卖头尾讲伊个名啦，头尾讲袂出来啊，有许压起来，还是啥物话？迄个啊，迄个周火信啊，周秀文对嘛？做者叶芳如啊，还是特警组啊，迄款也是检察官啦，啊，那个是法官，大家拢起起下法官做一个事啊，你讲话，大家嘛话许钱拢照上嗰啲咩啊，我对唔对啊？你等对，你慢慢等啊。啊，这个民进党这边啊，我哪有出来讲话啊？吼！民进党发言人卓冠廷啊，伫咧讲啊，啊今仔日啊，提出着2份的关键的这个叫做公文就对，啊咧讲讲挂文条，伊根本就拢知影这就是违法的，提出2个关键的公文啦、啊，吼、哦！卓冠廷咧表示啦、啊，这个挂文条是安那，伊一定知影这违法。2份这个公文的关键，第一份呢，2020年3月7日签的啦。第二份是2020年4月7日签的就对，短短的27天啊，这个挂文贴的态度完全无同款。伊讲2020年3月7日呢，台北市都要叫公文提醒，如果要按照惊花城要爱下迄个叫做这个老地板的条件，恐惊有多利的嫌疑安尼啦吼。啊，这个挂文贴就签啊，安尼缩心缩骨安尼啦。啊，今日的涉案的这台北市议员应小辉就交回便当会啊啦。啊，3月17日，金华城呢递交着定情书和挂文贴。3月19日，市长是随交办落单吼，和这个做多发局韩英泽刚来啊办完了就。算速度足紧啊！对对对，随韩英泽，所以
迄、那个讲我唔知吼，咱唔免讲，即像民进党啦，还是像这个名嘴啦，还是像他提一大堆遐物件出来，根本就唔免啦。这个这种遮尔大物件，而且是前所未有的吼，啊这这才是刚刚用用讲出句唔知市场是咧做安那做。很少嘛，现在因那就等了。哎呀，啊，唔知现在因那就等了去吼。啊，作为这个劳动三呢，啊，第二份的公文啊，2020年四月初六签的啦。这个卓冠廷咧讲，讲因为市长下令啦，多我叫不得不在，不得不得不不不利啊，对啦吼。对，我们无较紧的袂使。再次整理资料啊，今日劳动三挂文去讲，讲交啊社金卖融资率吼，这是。有这个做啥？有既定的限制，还是什么种种的？对，你甲官文去讲啦，吼。啊，刚、啊、才伊冇纠正过，而且呢，咱无谈伊何解，讲直接就是简单讲，就是讲这个官文去，你确定是不是讲那个再用那个什么演绎啊，什么种种的去问的？对，或者讲这别人来教我，所以你讲吼，这政治啊，吼，拜托你做发言的俩，讲话较简单，好唔太太讲啊，简单。咱明了了。全部家己咧念的啦，我两单你讲八回。这个物件拢唔是咱平常时生活去讲的。有啦。做行业啦。有啦，咱平常时也。咱平常时也去讲的，唯一就是讲阿姨有贪污无啦，阿老贪污就杀去大条啊，是。也去关啊，恁娘娘嘛。你内面讲讲一大堆，讲一堆是要叫上听嘞，我就小拢无啊。无因呐，因家己捌发嘞吼。当然捌发嘞人就知影嘛，但是咱这段时间咱捌发嘞人出，公子这边有人听就，那现在大家家己同会。我讲家己同会，唔该你咧讲啥话啊？为你简单讲，你都只要讲一句话就好嘛。我就讲，我们就讲唔知是地产嘛，哦，这无可能唔知啊嘛。啊，阮手头国门拢全部要停上哦，加盟嘛，啊，你就好嘛，对唔对啊？咱嘛无想要了解伊的内容啦。其实记者，因为这个咱个三个囡仔都认为国门的，你无可能唔知啦。是啊，其实记者也写噶呢，伊都原来无做清楚啦。伊若做清楚，伊是接落翻白话翻读啊，有咩？伊就是无讲做清楚啊，顶面讲啥物个，伊就叫啥物个写出来啊。无，你只叫你来翻白话，互咱好念啊。这个写的是真好执着啦。来，这记者倒无一定唔是伊无清楚啦。记者本身伊就是安尼来文照刊啦。你讲啥物话，全部拢来叫写。无啦，啊，你爱看，即系用迄个画像，迄个。看报纸的大众啊，啊，伊知影啦，系啊，因为看报纸的人家一般的民众好无，咱无可能看超过三抓物件嘛，无，那无聊，人是看鱼缸的呢，你看早晚遐附近吼是怪奥利桑哦，你过点哦，啊，无聊就是报纸里咧看，你看起来你伫遐咧看，睇睇咧，我睇咧睇面头前啊，我话咧做古咧，做咩咧？我查双来搞嘛，是伫遐看报纸啊，对啊，我是看报纸，查双画库里啊，伫遐咧看啊。我家己就啊啦，结地气安尼就结，哦结好大安尼啦吼。上爱出来回事咧，唔是啥物咧，迄头下咧头下咧报迄个医生迄啦，迄都无需要啊，迄小矫情啊，无需要回事咧。上爱出来回事咧是挂问题，加因某啊加因老母啦，人偏偏都唔做回事。哎对啊，是因咧，春儿啊，啥物过去，我支持过挂问题咧也好啦。啊，是讲病病拢是做医生也好啊，大家咧代替什么人，其实拢无必要啦，对不对？迄上交钱啊，迄上无必要啊。好，来，进广告，进广告，哈，空白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好，来，感谢。哎，是啊，属于那个自律神经失调哈。完了哦，该得复合症啊。哦，完了哦。嘿，阿英会忽冷忽热，你知？是，我知。啊，几分钟啊，两面寒，两面就穿衫，两面在个。是，啊，就热啊，就啊就安尼吼。嘿，啊拢无得做工课。安尼吼。嘿，啊那时候我迄阵，大概先我都有在食，但是迄阵食是。
还没有产生重症，所以我吃许多餐的时候，我的反应就是面上肿起来。哦，面的肿。嘿，啊肿。肿。嗯嗯。啊迄阵我唔敢讲，讲我食许多餐，安尼，然后问我，那我讲我是食胖鬼啊中毒诶。然后就啊，迄阵买来时，我才讲哦，因为是许多餐这样，我最啉了差不多一礼拜，前个症状都拢中好啊。哦，伊好转，我应得补起来。对对对，啊，然后时就是我迄个个过差不多几个月变成有更年期的征兆。嗯嗯嗯。啊，更年征兆时迄阵就严重，拢食中医拢也袂好。袂好。啊，我只能卡掉林小姐说，到底这个东西能不能？会当改善我这个更年期的，是啊，林小姐刚刚叫我一天吃高粱，一顿吃三粒，是，那个情况非常的严重，哦，安尼，是还算更年期非常的严重，哦，你也真严重，你搁会忽冷忽热，足严重嘞，嘿，啊，拢袂做工，嘿，袂做工过，啊，伊人讲用要瘫痪掉，安尼吼，嘿，啊，了后的情况，安尼连续吃一个礼拜哦，症状都缓和下来，啊，缓和都冻掉嘞，嗯，也都冻掉，啊，结果我搁持续打起来先，哎，规个症状我起码拢可以赶快拢会当上。嗯哈，啊，做家务事，大行拢会善。好安尼哦，啊，情况非常的好。好，恭喜恭喜。啊，过来就是讲我的先生吼，嘛是赶快带我来吃。好是。啊，伊迄个就是心肌白衣。对，记得哈。白衣无，演义无。哦，白衣哈。啊，白衣是医生讲要甲开刀嘛。啊，要开刀。啊，结果丢弃啊。啊，怎么拢无去啊？欢迎啊。哎呀哈。是是。啊，伊开只片贵，拢会种个老人斑嘛。哦，老人斑，嗯。但搞得顽皮。安尼哦。嗯。哦，恭喜啊。所以讲，我刚刚讲。这许多山哈，带给我们这个家哈，真大的福气啦。啊，唔是，哎，多少多少你拿福气，嘿嘿。啊，最主要是刚刚我的症状哈，会使讲是真多啦。你的更年期的障碍吼，阿都先注意是经期调整哦，这是。不是，我未困的，阿人吼，强强干阿要聊工。强要聊工，阿那心情歹安尼啦吼。阿我未困一搭，阿根本没事，阿对脾气又很大。是是是。啊，所以那个症状，我是刚刚讲，今晚很多女性哈，对这更年期都不知道如何是好。是是是我是刚刚讲这许多山确实它真正的能改善这个更年期的这个症候群。对，感谢你哦，我是刚刚讲哈，如果那是有好多人在家，哦，是是是是。啊，我周围也很多人，我介绍就这样家。嗯嗯嗯。啊，因怀孕的是光求这个糖尿病哈，他的那个糖尿啊，到现在都稳定下来。哦，拢稳定。嘿，阿爷血压蛮稳，是老大人。是是，是老大人哈，那就不简单了。初中开始拢诶准备定哈，嘛拢诶跟他讲讲。哎呦，哎呦，做配做玩意呢，啊，你感谢啦，感谢你呢。我嘛讲，我来讲问你啦。哎，这好心。我朋友在讲也食袂起，我改讲吼，食起食得起啊。你只讲食两粒，哎是。拉长时间，是还是可以吃得。是也是一样哈，时间比较长一点。是啊，嗯嗯。哎，阿你家里唔去吃伊。是是是。我所以我感觉，那对我这种镜头的人吼，我是百分之两百改保证讲吼，真的是因为我算足严重，是是，我中医我看足侪拢无好。安尼吼，嗯，感谢你啊，这杨太太，啊你安尼吼，他多咧只吼，是甲你控制掉咧哈，啊，即马慢慢你直继续吃，啊，慢慢直直好，直直好，一波一波直直好嘛。我在即马呢，我你吃偌济啊？哎，过十罐啊，好过十罐啊，好。再感谢咱永续大收量台湾人苦了杯，这波咱信任公司可以独家提供的啦吼。也广告时间了对啦吼，这个杨太太吼，可能就更正听得足清楚吼。当然啊，别个一段广告未了，因为咱时间的问题啦。那你就广告时间缩短了真多吼，安尼我多人可能讲还久安尼，啊，所以照时间来。直接要跟恁讲，用许多三七三品吼，吃了好的人吼，弄发自己内心，你可能就介绍了对。你敢做介绍诶，千金万客个对，啊，所以说呢，这侪人咧甲恁介绍，听众朋友，你逐工伫听咱节目，所讲个内容，你有这个判断个对，你就当讲，这真正是唔是倒个啦。阿星当然阮无可能做了工过个对，这小家人啊，真正阮两个拢冇看过，但这小家人啊，有咧买，但拢有记录，所以恭喜伊大，千金万客，希望讲你听得了。你家己若有属于种个状况，每一个人状况拢有无同款，那是拢有同款的中间，希望你甲广南信任公司许多产遮优秀产品等去食看卖咧，着，时到必定健康的顺利啦，你会感觉讲真欢喜啦。人身体哪里无好吼，啊，时到人食一项药品啊，食一项食品吼，像咱这物件食了去了，一段时间过身体健康起来中间哦，你的欢喜的程度就对啦吼，比你钓啥物佫较好啦。但公司是重要的是健康嘛，无健康的人是有够艰苦的，
这个健康的时候呢，一种心情无同款啊。公司是大，现在公司的产品和你做挖苦，有点无了解，拍电话做详细询问哈。空白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空白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空白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哈。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啦哈。来，咱即马一处各位信山公司产品十款的朋友呢，咱独家送三款以外，咱有提供一款精品，要来赠送给咱买十款的朋友。咱买十款的朋友呢，你也当个经平底锅一支，你要经电风一台，要个经毛毯一领，拢总会用着。经信山公司另外有三十粒装的惠安素、金立明、保顺健、喜乐清、软骨素，三十粒拢总会当。啊，是你要甲经燕窝两盒内底有十二罐的包装，这拢会用着。咱一道经一项为完整吼。啊，另外一处各位信山公司产品五罐的朋友呢，咱都加上一罐以外，赶快我然后提供一寡精品，要来赠送给咱买五罐的朋友哦。咱买五罐的朋友，你当下经三件式的保鲜盒一组。你要经啊，保温杯一支，经白沙湾起锅一条，你要经单向的糖色一盒。你个金五目子的洗头毛巾一罐，五目子的洗衫巾一包，拢总会当。还是你要金燕窝一打，内底有六罐的包装，嘛拢会当哦。咱一道金一行为完整啦吼。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感谢。来这边啊，咱们要请听众朋友呢，作为来欣赏这首的歌曲哦，高向鹏、方怡平《鸭叫》。像野鸟，我心稀微。虽然不应是流浪浪子，总是男儿男儿啊，会较醒。伊着啊，理想着爱呀，坚持。的成败就靠自己，咸酸苦涩嘛会啊滋味，做着男儿男儿啊担会起。抬头看天呀，月呀，长圆。红酒敬月啊，咱醉意。乌云搭雾啊，水啊在地。我会自强自立吧，做男儿。我会自强自立吧，做男儿。像野鸟，我心稀微。虽然不幸是流浪浪子，总是男儿男儿啊，会较醒。伊着啊理想，着爱呀坚持。的成败就靠自己，咸酸苦涩嘛会啊滋味，做着男儿男儿啊担会起。
头破天也不断意，杭州经过也难对意，乌云大雾啊虽然在地，我的自强自立吧最难离，我的自强自立吧最难离。好嘞，感谢哈兰哥等来到咱台湾南区乐播的节目现场，转国免费的叫回专线0800-0500-668，电话在时啊8点到7点啊，咱拢专人来甲咱做接听，不清楚不了解呢，电话甲卡过来，公司拢会先困啊来甲咱做回答哈。好嘞，继续跟大家进行这部看新闻哈。来，另外咱们来个看一篇这个联合国，联合国第79届的大会又个开始啊啦。啊，当然咱台湾又个爱有一寡动作和诉求出来，借这个机会和世界来了解着咱台湾目前的处境。你讲第79届联合国大会，就伫9月初伫纽约联合国总部要来开议啊。9月24日到9月28日啦，包括9月30日迄一天要来开一场总辩会啦。啊，有看到最近的美国，尤其是今年的美国呢？已经增加了吼停台湾的力度啦，气力，并且直接指联合国大会的第27/58号决议文的欧白解说。咱国外交部伫今年嘛要来推动参与联合国的案件诉求推案涉案啦，这个诉求涉案来停止搁再吼引用不同的27/58号决议文来解说台湾甲中国。这个上界重要的任务啦，就是协调着国际社会应该爱真真正正去了解这个所谓的27/58号决议啦，强调这个决议甲台湾一点仔关系都拢无。中国无权伫联合国的体系代表台湾，对着推动2024年啊参加着联合国案件外交部昨昏有召开记者会啦。讲这个政务处长吼啊，丁中公啊吼啊，丁中公伊有咧讲啊，讲徛伫今年推案上界重要的任务，提出了3大推案的诉求。第一大，联合国大会伫27/58号决议文遭受人恶意来甲扭曲解说，已经对台湾海峡包括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构成了严重的威胁，联合国应该爱来甲面对。并且爱采取积极的作为。第二段，联合国大会27/58号决议啦，并无排除台湾有意义来参加联合国的体系。联合国应该寻求适当的方式接纳台湾来参与，以利台湾永续发展目标啦。第三呢，联合国秘书处应该爱徛伫中立。停止搁在错误来引用联合国的第27/58号决议，包括不当来剥夺着台湾人甲媒体进入了联合国来参访、出席，也是讲采访会议甲活动的权利。电中讲伊有来做说明推案的做法吼，可能着过去8年的稳健温和的方式，已经得到了真大的国际听台湾的声音啦。今年将会继续吼啊，来请到友邦驻联合国的常任代表，常任代表吼联名啊，来致函联合国的秘书长吼古特瑞斯啦。
来吼啊，包括吼，请友邦伫这个总辩论的时阵吼啊，定啊总辩论定联合国大会的场地为台湾来发声。这是咱今仔日看到吼，咱的外交部，这应该是算外交部的，无毋对。外交部吼，伫今年啊第79届的联合国。有来做一寡吼诉求、要求吼，联合国内底不管是啥物单位，应该爱面对着2500号国际本，会解说爱去面对，唔通搁再乌白扭曲解说啊。这2500号的这拉比，连大牌来讲，迄足久以前就咧讲啊，还是即阵啊，联合国佮开始有一寡国家注意到，讲迄2500号啊，并无代表台湾就对啦吼，内面无讲着台湾的属属于啥物人啊，是安怎样啊？但是话讲是安尼咧讲，无唔对啊，哦，咱嘛是同款，佮无收到邀请啊，嘛是袂叫，为虾米？真简单嘛，因为你用中华民国嘛。你的名字，你虽然家己伫厝内啊，甲人玩，你甲人叫拢叫做台湾来讲，啊，但是你都要用中华民国嘛。你说你这个人介你村的，遐拢假讲的啦。我讲真的啦，你今仔日人外国人，你讲的拢是声援台湾呐。像咱这部歌开始就是高将军退去公车的。对啊，对啊，对啊。啊，外国人声援的是啥？是台湾。你捌听过倒一个外国声援中华民国的？这个我讲过。这个我那个。就讲台湾啊，台湾是阿伯讲啦，恁出场的时阵介绍嘛是叫做中国大爸啊，哈哈台湾是咱家己讲的，家己讲的，系啊，台湾是咱家己咧讲的啦，啊有咧，哎，嘛是有咧讲啦，有咧讲啦，伊这个外交部一对头，到尾拢讲台湾啦，伊不讲中华民国啦，对啦，伊讲2500号国语文，吼，并无啊，并无代表着中华民国安怎，还是2500号国语文。嘛，无讲叫中华民国别当加入，迄个人国安啊，伊是拢讲台湾，无讲中华。对啊，无唔对我知啊，啊，但是我身份证摕起，顶面都明明都中华民国啊。啊，就是安尼，就是安尼，那个畸形嘛，这你阿咧讲迄套路用咧。啊，这爱唔是政治啦，系啊，总统啦，永远安尼之类啦，唔讲到底是啥物意思啦，啊，伊南港公安就替伊讲啦。嗯。你中华民国即卖去挂伫嘴里，嗯，无你那中华民国无挂伫嘴里，你就是已经宣布独立吧。中国共匪就要招咱冤家相拍啦，我就惊你。唔知呀，啊，就是拍赢拍袂赢，唔知呀。啊，可能是我咪上班做饭嘛，也过咧讲啦，对啊，英文讲袂煞啦。系啦，袂煞啦，啊，他讲嘛，也话第二下咧说明啊。要加入国际组织，我个人啊已经感觉讲加入也好，无加入国际组织，我个人感觉无啥路用啊。乌克兰拢拍甲安尼，国际组织又去安怎样啊？佮兼兼白卡白手嘞，可以做人家小我偷棒淡薄啦，可以拍伫俄罗斯的领导旗安尼。啊，偌像这之前咧，接受访问的时候，伊讲中国应该加迄个伫大清帝国去挂了，互俄罗斯遐土地偷倒转来吼，这个。中国无听到回应，讲俄罗斯讲跳出来回应啊，回个回个见见去，俄罗斯才出来，伊阿咧骂了这个啦，吼，啊，而且讲啊，因咧坚守一中的一中的政策，啥物种种的，即，啊，讲台湾你无资格代表中国讲话安尼啦，我啥物代表中国讲话，代表台湾讲话，俄罗斯无出来讲袂用得啦，因为土地是伊甲中国抢的啦。伊当时甲大清帝国抢的啦，啊，所以伊那个就话挂鸟人诶，讲讲意思啦，啊，台湾咱去甲抢的嘛，台湾嘛是你大清帝国挂鸟日本的，对啊，啊，所以人家讲，那个在日本时代啊，啊，他早拢讲叫做日据时代，啊，咱台牌啊叫出来，上面叫做日据，伊唔是讲你占领呢，是你挂鸟人诶，伊靠甲你占领。所以你俄罗斯，你伫这个时间点，你要跳出来解说的话就对啦啦。必先讲好，因两国以后唔使诶安怎样起冲突袂，没有可能，无可能哦。嗯，因中国人有可能讲啊，无唔对啊，咱两外省的讲啊都有影啊。嗯，啊你是那台湾迄地细细地啊尔，你免要讨。啊，去和俄罗斯抢去，迄地大干那三米块，你唔抢，你唔要倒转来。啊，你是咧讨钱呢？你是咧讨嘛？嗯，诶，反正人官兵也嘛不一定啊。中国人哪跳得唔叫做中国人？因为你讲袂错啦。系啦系啦系啦，啊，这无聊代志啊，你拢爱做啦。咱的政府就是爱政策，一定爱做啊！想办法要加强国际。对啊。我但是要加强国际，我来讲一句话啊！啊，你更退出来就拢中国啊！讲什么话？虽然嘴是讲台湾，没唔对啊，但是你中华民国势力都太屌了啊！你咁难讲啊呐！啊，你胡林基唔是讲要改名？咁改啊！迄阵拖一招出来，大家看一个名，你阿就佫无意啊，佫有啥无识去啊？哦，对不对？哈、啊，哎，金光哥，
啊，拄啊咧讲到这个赖清德啊，伊咧讲讲这个中国啊，跟班底下咧讲什么领土完整啊，啥规讲搞唔得要收回台湾啊，是要侵占咱台湾。啊，赖清德啊，呛讲啊，你伫台清德可是从挂尿出去的，叫俄罗斯的，听伊人伊吹吹等安尼吼。哎，啊，结果这句话呢，引起全世界吼，国际上啊，大媒体啦，啥拢装咧讨论就对。啊，足侪人拢俄罗赖清德这句话吼，夹着迄个做啥？中国的听看安尼啊吼，啊，这个这句话呢，蒋委啊到将时哦，陈培仁都拢无回应，我当作无听着安尼就对。啊，这个都有人甲迄个外交部甲国台办问过啊，嗯，问过外国记者啦，但是因都无回答，都拢无回应啊。啊，结果呢，这个做啥呢？这个长啊，这个俄罗斯这边家呢？就出来呛讲啊！这中国人的代志，唔免你台湾，你唔免你怎么讲啊？你都对啦，吼。分开啊！对啊，啊但是偏偏台湾国民党啊，点点无讲话啊，结果迄个就做国党，这八十党内面的立委，迄八只其中一只，一个查某的就对啦，竟然跳出来叫他搞乱成，就讲做总统讲话爱注意啊，无必要怕拍到俄罗斯的感情。所以咧，有这种帮助的，有这种咧，对照咯，就无多啦。好啦，就算讲一个插回啊，咱大家全世界各地拢讲大声点，夹着重点咧讲。啊，都我讲啦，俄罗斯甲广东诶，你会出来咧，恁咪大声点，那就知影都是变的啊。哈，来，刚想插过，刚想好无聊，咱们再个倒转来。大家好，我是夏忠田，咱即摆所收听的是咱绿色和平广播电台 FM。97.3工商社会，大家上班真无闲，加上天气阁遮热，胃口拢无好，真正唔知要煮虾米口食。蒸笼小馆推出简单阁方便的牛肉汤，会当做正顿，买当做点心。葱烧牛肉汤三包，清炖牛肉汤三包，牛肉猪脚金栗汤三包。只要绿色和平的听众，阁再送葱烧牛肉汤两包。安尼总共十一包，才1380元，十一包才1380元哦，真方便。只要面甲沙沙的，牛肉汤伫电锅甲吹吹的，就一碗香滚滚的牛肉面，方便阁好食。十一包1380元，货到付款。2973-0409，2973-0409，谢谢。现在过马路的时候，很多车辆都会礼让行人，我觉得好棒哦。对呀，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无论骑车还是开车，行经路口都请减速慢行。遇有行人穿越，请务必停让行人。所以行人过马路时也要遵守号志，务必走斑马线哦。是的，请大家一起为交通安全尽一份心力。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你敢知影为什么有性别平等教育法？因为要透过立法甲教育，家己若真正了解尊重双方差别，唔通让囡仔因为不共性别特质受到霸凌歧视。嗯，安尼是为着每一个囡仔，咱来打造快乐合适的优生校园。7月20-28，伫咧台北市华山1914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有性别平等教育第19年特展，欢迎关心性别平等教育朋友做伙来当老热。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哦，烧车有够忝的啦！要不要来根烟啊？哦，不，你没有发现老李的计程车好几天没来排班了吗？啊，听说吼是得了肺癌呢，家里全靠他在撑，现在乱成一团。我想我也来戒烟呐，也不怕再被客人投诉有烟味了。你说的很有道理，但是戒烟很难呢。哦，生活很难，戒烟不难呐。免费戒烟专线0800-63-63-63。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这些和平拯救功德福报，咱是台湾唯一感情第一，咱的功德效果同款第一。欢迎工商企业界头家参加咱的功德福报行列。联络专线2973-0409，2973-0409。这些和平真实有感情。我们是伫这在等待，我哩轻松过日子。想你想你，就是点赞的电视。梦是多久有几日子？我用永远等日子，原来就用忍
心跳心碎，总是一声对不起，叫阮无着自己，就一条手巾啊，替阮擦干泪，受伤的情，敢有着伊？目屎的痛，谁人安慰？就一杯苦酒，将心麻痹。谁人？谁人？我袂阁莫爱怨你人，我人也到这为止。我以后袂阁为爱忧天。是一声对不起，叫阮抱着自己，就一条手巾啊，替阮擦干泪。受伤的情，敢有摇曳？目屎的痛，谁人安慰？就一杯苦酒，将心麻痹。我袂阁莫爱怨你人我人，也到这为止。我以后袂阁为爱忧天。听众朋友，白沙湾起歌真正有够好，因过人人拢学了，当然伊也配合正确的洗嘴习惯，安尼会当互你的齿花愈细。愈健康啊，降低牙周病发生的几率，自然而然，你起患就愈来愈健康。台南康了7945079，台南康了7945079，感谢。0800-0588吼，这个电话是咱中国民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吼。来，咱照一个活动来，甲听众朋友做一个报告啦吼。这个活动这是平民民文教基金会所来主办的世代流转民主新客台湾人民自救运动宣言60周年的研讨会，时间呢是9月12，透早9:30到下晡5点。啊，咱规日的活动，咱有请了真侪专家啦、学者啦，包括前辈吼来分享。啊，地点呢，就是伫咱台北市台大病院国际会议中心101，吼101室啦吼。啊，咱参加的朋友一定爱积极事先来报名哦，因为咱规工的行程啦，唔是行程啦，规工的这个开会活动啊，所以吼、哦，咱有顿中昼顿一定爱食饭。啊，咱报名的朋友呢，咱会当吼，确实来掌握个人数吼，啊，看要安怎样来传这个中道堂就对啊啦吼，啊，欢迎咱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做伙来报名来参加。报名的电话呢是02，大家的电话0517-5680，02-5670，吼，以上报告，感谢。来，接下来咱们邀请听众朋友做来欣赏这首的歌听呢，这是咱新增李太太来点播中天君演唱《浪花酒杯》。大梦又晚了何明，失恋的酒是声子心醉换酒醉，眼中泪飞拢袂离，感情世界像冬天，用纸笔等你写出一段抱歉的过去，悄悄啊，
点火水水，一个手啊，点火水水，往事放不记。但饮落心肝头，犹原也是愁。就像会等待饮酒，爱情的无情。情海中醉饮情愁，人生情爱袂参手。无结果又可怎样？原是情有变朋友，情乱了难忍如此，爱乱了愁无主张。情爱难强求。饮好醉，怀的青丝打梦雨，又晚了好眠。失恋的酒是啥滋味？心醉换酒醉。眼中泪飞拢袂离，感情世界像冬天，用纸笔等你写出一段抱歉的过去。酒酒啊，饮好醉醉，酒酒啊，饮好醉醉，往事放袂记。好嘞，感谢啊！咱个等下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转国免费的叫回转线，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电话现在是八点到下午七点啊，咱拢专人来甲咱做接听，不清楚不了解呢，电话甲卡过来，公司拢会先困来甲咱做回答哈。好嘞，感谢，继续咱过来甲看新闻消息哈。来接落来，咱赶快嘛是针对郭文婷这个案件来甲做报告啦。咱知影这个郭文婷吼，伊伫台北市长的任内有另外一个副市长叫做彭正兴。啊，这个彭正兴迄当时伫台北市的这个都市委员会内底吼，伊做的这个职务相当大啦吼，伊跟他形象做甲吼主席就对啦啦。就是规个主任，规个这个都议会吼，都市的计划内底相关的代志，拢是伊在处理。啊，当然嘞，他就是其他吼，就是委员，就是安尼就对了。但是迄当时，伊拢听郭文铁交办的代志，去来处理惊发生的代志。结果，申请记阿记，申请记阿金点刷伊啦。台北市长郭文铁。伊煞无代志，副市长并无代志，市长煞大变无代志啊！你讲，
啊，当然市长伊并无代志的原因是安那呢？因为伊家吼啊，这个吉亚庭的法官讲讲啊，迄农机力啦，迄多一回的处理，迄我慢慢啦、啊。农机力这种我都无专业的啊。结果伊无啊，谈啊副市长，当然人副市长嘛有吼、哦，请律师呢，律师往那地方哼。啊，这里提出控告就对了啦。啊，提出控告的理由，今仔日吼已经啊，迄、那个气候公开和媒体知影，伊提出什么理由呢？伊讲伊原来耳瓜问题，讲啊，迄龙基地迄我唔捌啦。哎、欸，我听听，我讲哎、欸，这龙基地唔是报应员唔捌尔呢，迄连因市政府市政嘛拢唔捌啦。咱逐工咧报的时候，讲一个歹听，张忠义老师也捌解释过啊。我即马嘛被记了了啦。你无逐工咧插你怎啊听过就放五方杯去啊？包括讲顶路啊，来到遮的时阵，所谓的容积率就对啊，就是讲一百平，容积率乃讲百分之一百，就是代表一平，咱去偌济安尼啦。有解释过，但是我唔知影。啊，伊当时咱就咧想是讲啊，报应冤家要报遐，要报大行拢要报啊，啊，遐知遐知，啊，就我算出来算总统啊，因为咱要报物件太济啊。看资料呢。对啊，结果我发现就讲中华哥。唔是咱唔知影呢啊，连市长、副市长都拢唔知影咧。伊讲即摆提出的控告，讲哎，我唔知影啊。我是认为讲伊咧是咧假唔知啊。当然是假啦，嘿，你那可能唔知啊。伊我那边有挂不住啦，唔知啊。啊，十十号迄个多一回，遐一挂有诶无宣传就对啦。因些变迁咧，真正是那个容积率即个物件，什么建蔽率啦，什么容积率啦，有诶无吼。很多朋友，你若想要了解的话吼，你得去买地基础，真道理就知影吼。来这篇，咱来个听过嘛吼？无啊，你也看一挂迄个建商啦，还是一挂财团啦，或者老大翁的人吼。当然要拍地啊，你个先到啊。啊，无你就是去买一只土地家己起嘛。啊，建筑师在画图的过程当中，你一定会甲问嘛，问下什么？就是容积率啊。容积率啊，你买只土地家己起。啊，有钱人就安尼做，啊，无钱的人就去找迄个建筑师去了解一下，还是去找迄个基础。有实物去了解一下啊！吼，会当起几平？哎呀，啊，到底是安怎样？因为这条咧话是复杂的啦吼，啊，一篇讲好，一个片水了，讲互人看甲笑甲，讲点么流目屎安尼啦。你讲前台北市长郭文铁甲前台北市副市长潘进兴啊，因为牵涉的惊花城，这个案件去互检察官申请羁押禁见，结果呢，台北市。应该爱负上个大责任的市长，煞无代志，煞无代志啦，无代志，当无报被请回啊！迄、那个听市长交代爱做工课的平静新副市长，煞颠倒出来吼，煞向个羁押禁见就对啦啦。啊，当然曾经讲，曾经讲迄个市长含副市长吼，一个买红叶去关，啊一个吼。向无报失回两个人，只要咧小心心要离开迄个所在时阵，副市长甲郭文铁讲，啊，太关我，啊，我无代志，太关我呢，讲也无食钱，太关我呢，就对了。潘金星的律师李甲银行伫初三日有微动伊的动书啦，来交出控告状啦。内容主张讲潘金星吼无羁押的原因甲必要性，因为讲我无实施多次计划，尤其是融资的啥物，我唔知影啦。别人就讲啊，你唔说要学挂问题，讲答案拢唔知影，爱当处置免个羁押禁见吗？结果这个代志一个吼，安尼去互媒体知影了后，去互咱台湾一名财经的网络红人叫做胡彩平，讲笑甲目屎汗流出来了，更加口舌咧讲讲挂问题似乎发生这样那重大的备案，结果大家拢讲唔知影发生什么代志，啊，这是什么款的公平正义安尼就对啊啦。惊花城发生这么大的案件，结果大家拢讲唔知影，迄龙基地我唔知影，迄都市委员会底下咧算什么安怎样，迄我拢唔知影。啊，哪呢？这个案件是要安怎办落啊？检察官含迄个法官唔说，大家讲，啊，大家拢我唔知，拢耍伊啊，去，大家拢免起诉啊，大家白当水安尼啊。无人知，大家拢讲唔知，拢通解的。系啦，系啦，这个哦，实在是真正笑破人的嘴啦。啊，但是我也再有讲过嘛。无论买啊，搁再空格了后，瓜分掉会压还是未压？吼、哦，咱拢起拢已经不是重点啊。重点是瓜分掉这个人，包括伊的团队了，对个。整个一个拢臭样样，臭样。无发生这代志，只用伊就臭啊，即马更加臭。
哦，即马更加吵了对个啦，哦，咧实在是真正闹鬼死。啊，挂不掉 A 母啊，最近就出来讲的，我是唔知呀，哦，但是啊，阿姨最后一道出来讲的，就讲去看因爸爸嘛，我对啊对啊，看因翁嘛，啊，啊，挂不掉张公、石总公、桂丹青公，我那走去看因老爸嘛，嗯。是咧讲诶啊，但是有人都对对对对，甲讲伊是一间豪宅附近住无去啊，诶人对伊安尼对啊，所以这样就甲讲伊讲白操拢无咧相信，伊讲伊看因老爸我唔相信，吼讲安尼，看老爸那个看老爸是做友好诶行为呢，起码叫做他妈秘书厉害嘛，不要伊未来伊都唔敢扫啊啦，所以这个实在是这个案吼，实在是咱看了真有疲劳诶吼，迄无一项知诶物件，竟然讲。在台北会当为执政背档啊，那个对不对？我们做好交代台北不叫美意呢。哦，好交代嘞，哦，台北不要，但是大家台北早就叫美意啊。因台北是叫做中国台北，唔早就叫美意啊。哦，哎，好啦，来，这我们这个代志哦，实在是报了到底哦，都变到拢无刺激去啊，你听好。本来咱小龙叫瓜分条一种个性，好无？伊应该会砍迄、那个迄、那个法官啦，还是砍迄个见过来、见来、拉过来、拉过去啊？你嘛对不对啊？那、啊、结果唔是啊，即么话你叫我好歹去啊？你啊，哦，即么变好歹贴啊？你咧？好歹是咧叫的啊？对啊，你叫做好歹啊？你啊？你问等于他无意好，会叫我好歹哦？对啦、啊，我即么是咧较烦恼的，就是讲即个就做啥呢？无报车费了后，也无甲监管，也无甲安怎样嘛？有诶无？拢无。大行拢无诶，总共是啊，万不哩关门走去，你要找啥个？哦，对不对？啊，昨昏听种，比如咧问，啊关不掉啦，做安尼走去，迄、那个法官敢会有责任？唔免有责任，咱台湾就是安尼。啊，你问迄个法官讲，啊，你谁啊？无咩个？我好像也走去。哎，得啊，吼，空白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哈，生产公司咱全国免费诶缴费专线哈。来，咱来个看卖啊！吼，这个中非啊，对台湾到底威胁是到个什么款程度？吼，即咱知影，中非啊，无咧放台湾耍啦，啊，英雄就是无人机啦、船啦，他妈甲咱撸安尼就对啦，吼。但是呢，伊真正要出手摕台湾，讲伊的实力也未够啦，哦，讲即马讲起来是安尼啦。啊，但是咱这边家呢，有哪持续啊？有咧啊，看这种新闻，看了到底吼。刚刚全是被爬起来型啊！你呢？但是你可以把佮料敌重演嘛？哦，对不对？哈、嗯，咱就当作讲伊有可能，就是随时要甲咱爬呢？哈、哦，这个军方这边只持续加训着，这种叫做哪？增加训练啊，这种叫做新训，就是新兵，啊，佮后备战力的提升啊，你就对啦。哦，但是即马这个新训的新兵，咱免讲啊，新兵啊，啦，免讲彩椒啊，免讲后备战力，咱嘛无啊。咱买一个拢超过年纪啊嘛吼，参后比这咱嘛唔是，但是无要紧。啊，伊即马要照安尼来强化着国土防卫战的能力安尼了对啦吼。啊，即马要创啥规划一系列啦，手榴弹、反装甲甲轻兵器的训练靶场兴建案。很喜欢大批巴掌，对啦，准备啦，准备战争啊！对对对，啊，你要有这物件，一定爱有巴掌嘛，对啦，一定爱有巴掌了，对啦，哈，啊，来提升着这个说啊，这个阿兵哥战争的这种的这个力度啊，你就对啦，哈，啊，照你讲，咱也是有在这甲强威啊，当地咧台湾海峡卖票起来喂。这个城市战就未发生啦，因为海顶咱就甲战未掉。哎呀，起来在台湾土地顶都爱拿起来来。就是城市战了，对对对，因为咱台湾吼上近的，你甲看迄个气球啊，就气球啊起来了后呢，过一条，迄个说滨海公路，就是城市啊，对对对，哎呀，就随着城市战了，对，啊，算大人气啊呢，哟，啊，城市战这个物件，我个来做过过，吼，这过去迄个正经的迄种，叫做专业的迄个网页，伊内面咧讲讲，全世界上残酷的正经就是城市战，嗯嗯嗯。城市在你足近距离的就对啦，吼、哦。气球啊起来吼，嘿，都是空空地地啊。气球啊起来。嗯，啊，咱那落去。用大陆基地啊。大陆基地啊。无啦，我即卖是讲，干那对海下过滨海公路，就规个拢下市啊啦。拢下市。对啊，咱个是阿门陀矿的嘛。嗯。咱的厝个唔是人个，外国人去用查嘛，是吧？咱拢阿门陀矿，所以。咱的城市站只要咱若修会好势话，政府也准予你起来，有哪时间快活？哦，咱等于每一间厝拢是一个碉堡啊，哦，对不对？啊，即马准备啊啦，来讲新兵
两千万的五神安尼啦，做规划，迄叫做规划啦。两千万。规划讲下在两千万安尼啦，我唔知影。你规划我来规划，我来替人包啦。啊，这个卡就是就开无。对啊，有啊。咱来同意啦。有啦，我当然是同意啊，但是我两千万伤少啦，你那个金色巴掌。我想要少两千万你啊。哎呀，你照你讲，现在变嘛爱二十亿啊，话债务吼。哎，安尼来用。啊，如果你那时搞八条，那正式完了后，那搞完时阵吼，啊，再麻烦一下，你开学者，我就八条。不要去股份，赶快拿来啊！东边东边说，你那有安东说，安这九六十都无路用啊，唔好啦，拜托你啦，你嘛安怕一下钱啊，吼！啊，当然啦，就关于个单兵操作的较重武器的，你装起咱就卖啊嘛，起咱就搞好一个后备军人啊，是即个这现役的军人者嘛。啊，其他的多穿这个物件，这啊，这穿在什么人？但只要穿起来，起来拢没当训练啦。对啦。哦，啊，而且我准备开。你看，你当时搁在学堂，你做一个平哦，一样平哦，哎呀，你看嘛，哎，正红的正红的，那个走走音啦哦，啊，头毛拢规个地雷啊，白条啊，这款，哎。咱嘛是件穿客单咧，我知啊，啊你讲个美国打开始真正食着惊，啊到尾啊那你讲啊，到尾美国的话就发生足侪件代志的，啊，就是迄个传承内底其实并无压用啊，无了百万的局，但是伊认定，伊认定讲迄内底有压用，哦，啊就通报登记，啊美国无人机就来啊，规个装炸，全部咧炸到平地了，对啦。啊，尾啊有足侪代志，足侪迄个参战迄个军官，尾啊伫或者结束了拢用破音。你讲这是属于多杀的。你讲这阿兄，你应该要听一段这个故事嘛？嗯，讲起当时因拢米伫树那内底嘛。啊，就比较拖下底啊。啊，了后是美国吼，美军吼无多余，单用迄个狙，迄个落叶剂嘛。迄个狙击，讲狙击迄种物件，嗯，单压所有的一款吼。树呐啊，开始起来了了，因就无地味啊。嗯。啊，当然，迄个事件一个发生了后的时阵，即马已经国战啦，已经结束有够钱，够钱。啊，但是即马问题就是讲有状况出现啦。嗯。就是讲生出一寡囡仔，生出一寡因为迄种物件，你若去甲射掉，还是吼去甲食里边的话，对啊。你母胎以后你生囝有可能就生出畸形的，啊，这不是讲一代两代就煞去。嗯。这听你讲足久呢，伊个入去到土壤内底啦，还有那底个喷过几季的这些所在吼，根植出来拢全部都拢受着污染嘛。无啊，迄阵啊有人咧讲哦，因为咱台湾有一段期间，卖讲一段期间啦，起码反正嘛都有嘛，娶外国籍的新娘嘛。嗯，啊，迄当时都有人咧讲，冇人娶越南嘛。嗯。啊，你娶越南的新娘娶倒转来，为啊囡仔生出来，那迄个。奇形怪状，我比如讲断一只手啦，啊断一双脚啦，啊是讲无双手无双脚，啊就奇形怪状，安尼要安怎样啊？结果咱伫台湾看，有足侪人娶迄个越南籍的某，伊那生的毛真正常啊。没有没有，美国伊迄阵也迄个奇迹吼，主要是针对倒位干呐？台湾胡志明小道，胡志明小道就是包括因开掉迄个扁豆了，对，啊，顶面拢树啊暗掉咧，啊，迄个扁豆足长咧，啊，因咧运输就是靠一条叫做胡志明小道，对啊，嘿，啊，美国主要东西牵橘子就是针对家啦，是针对家咧牵咧了，对啦，啊，后面是不是专管啦？不是专播，啊，像我咧讲诶话，日本二次大战诶时阵，广岛甲中加加公道，去后美国吞两条原子弹落去到地，迄个辐射狂有无？吼，啊，即来讲也是射击型诶囡仔。唔好惊死人侪，对唔对？所以美国是针对迄个胡志明啊，使用狙击啦，但是尾啊，去学国际上讲，你用这个物件未使，哦，上毒啊，哦，上毒。啊，所以胡志明小道伊都无多啊，我无人机飞过看未着你啊，啊，我派人去找，大家都死啊，大家拢去学遐排前的老百姓怕死啊，对唔对？你出一个有情量，你唔知影，啊，所以伊就用这个方法，用无人机。去喷那个橘子啊，那个，啊，什么叫做橘子？橘子就是讲，伊喷落去是干嘛色的？伊喷出去是干嘛色的？就对啦。啊，搁再来就是安那呢？伊上在炸伊整一个通称啊，就是叫做 DDT 啦。上炸通称就叫 DDT。啊，当然 DDT 买啊，咱你用迄个杀虫剂有无？拢 DDT 嘛，拢在讲啦。但是咱是足薄啊，已经透甲了，有够薄，有够薄，有够薄的薄了，就
啊，以前古早的这个蚊子水就是 DDT 嘛，对对对，啊，还用一支手条，对对对对，气在转嘛，那个是 DDT 啊。对，你那时代还佫看到这个，有啊有啊，就是一个大药，一个是塑胶口罩，一个做起，嗯，你水甲堆堆，我一支蚊子水啊，我当时的蚊子水第一代蚊子水就是啊。我那年会才有看到你啊。无啦啦啦，我那漫画我爆画咧。啊，电脑上趣味的，电脑上的假的，电脑上趣味的，那是听你讲这我都冇看过。讲起短期间，咱台湾的卫生啊，阁无像即马遮尔好诶。嗯，啊，所以讲有一寡查某囡仔老光头生吼，拢会生虱子啊。生虱子，生虱子即马伊就是用一寡物件吼，用报纸啊，甲你诶用迄个面按起来吼，啊包起来，啊头生露出来伫外口安尼，啊用迄个蚊仔水落去擦安尼，去擦虱子死啊。对啊，对，有啊，即较早真正有安尼，啊阁有一段时间，我读国民校一年、二年诶时。迄个期间的流行派，你感觉头面疼？面疼啊，面疼有啊，面疼，哎，那个面疼，哎，拢有啦，哎，拢有啦。啊，真正有诶囡仔放出来冻饿啦，嗯，冻饿放要放诶时阵哦，无你去厕所放。去咱诶囡仔，不多来有面疼诶，足侪。足侪，足侪，足侪。啊，迄个时阵，迄个我一二年诶时阵，迄个读罗店嘛，啊，囡仔咧放出来是爱放伫在放伫尿兜啊内底。啊，老师会去检查，看你放出来有面虫啊无，安尼就对啦。啊，我就吐热热等下就对啦。啊，就吐，我真嘛想想，真正较早，迄个卫生不好的时阵哦，在总部，一听讲面虫要出来，讲足喵啊，啊，下面足痒安尼就对啦。啊，这就有咱看看老蛤虫、蛔虫、啥物蛙哥虫一大堆啊，对不对？哦，哎，这过技术啊啦，不输啊，这重点是。叫咱国防部以安尼的操练模式就对，大概国防部是认为讲强飞啊确实有机会下起来啦。嗯，因为咱咧虽然飞大济来讲，但是你的船啊伫海面上，咱要甲射，伊嘛是会射，嗯，伊嘛是会射反射飞弹，该拦截嘛，还叫做拦截嘛。你像前边迄个就做个哈马斯，对以色列拍一两千亿的火箭有无吼？以色列第一时间伊的迄个什么铁拳啊，是什么挖哥迄个防火系统？第一时间就拿走咧几千只无啦，嗯、哦，所以唔是讲咱有几啊飞弹，咱拍一面几只船咧，唔是安尼啦，哦，咱安尼想，伊咪讲，哦，咱即卖咱个飞弹世界第一个啊，上一只命，你拍十只出去，可能还得着一只命，有可能是，所以照这个诶用着城市战，要做这种所谓大兵诶迄个武器诶训练诶靶场，要增加，就是有可能公布这两只坚固起来，强飞也可能。伊个大兵倾巢而出，啊！你可以挡袂掉，爱起来了，咱就来城市战。啊！若讲着要城市战，听众朋友，恁迄个正规军啊，加迄个较少年，你看，恁若毋是住伫台南市的，你未比我较了解台南市嘛？对不对？伊叫你开我发电话，所以我咧看应该对迄个对我另类定修。对啦，你我讲安尼，咱来叫咱卖讲海边啊，兴趣啊，家庭啊，也卖讲落啊。咱来讲武胜落啊啦，吼，中西区啦，武胜也是迄附近所有的行啊咯。恁遐兵会比我阿兄啊。我讲啊，免讲伊遐兵啊，对啦。但我要去武胜啊，一行啊咯，我就唔捌。对啊，好，再再来，住伫安平的人就对了。反正我听过无啦，安平十八街啊。迄边去安平个探视咧，你今日伫遐写一行啊，我写到无去咧。咱台湾市人咧，咱台湾市人，我看了文件啊，之后我到啦。你都无去诶，今日文件啊，我到伫遐行啊，来弄来弄去。啊，那无咱啊，家己个台湾人，你行平去到安平，真正行啊拢，我好惊等下你写。我自己处理下咧，快点写来写去啊！就啊，那那个安平，你煞免落安平诶人家己过嘛？我是不是？啊，武胜也是大声啊，大字啊，有我来过遐嘛。哦，啊，无嘛搞上去气球啊，也嘛把电气球啊熄啊，哦，朋友拢伫遐嘛，哦，是不是？哈哈哈！我讲啦，我的意思是，八条啦，真些好食，慢慢开我们，欢喜八成。是啊，好啦，非常感谢啦，感谢啦，有支持大家收听台湾人俱乐部啊，阿星阿哥做兵忙诶，我去做啦。无你妈咧讲，直接半工半笑啦，无就较早咧讲一口话啊，认真啊啦，因为我知影拢老啊。咱服务专线电话0800-0500-6688，好啦，感谢。好，是好啦，咱来准备进攻过两年，再个得分来吼，来感谢。
0800-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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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来要来甲咱听众朋友做介绍推荐，这是咱圣山金立明第二代。咱圣山金立明第二代，这是由着咱加拿大威马油厂所来制作而成。而且啊，伫咧制作过程当中是经过吼啊，咱高科技来做催促吼。这个高科技就是专门啊，利用这个螯合技术配合 PICS 这一个高科技的催促。这是咱拜尔博士伊所研究出来的一种专利的螯合技术。这超临界催促是咱国内外眼科医师临床所来肯定。当然，这嘛是经过吼啊，日本啊、韩国，包括美国、加拿大，这个眼科医师啊，所来认定目前就是吼拯救视力危机的名药。当然，咱内底成分有真侪，伊有红素、玉米红素，包括花青素、小米草，包括吼啊决明子、稀有等等等等，真侪行的物件。这所有的东西如果你若无来利用专利的螯合技术来甲做萃取了，会话就对啦。当然，咱的成分会大大的减少。简单讲就是讲，你无这项技术来甲做萃取这的配方，你所吼得到的这个效果未当真多。啊，所以咱啊尾巴啊，咱尾巴药厂吼啊，咱拜尔博士用这个专利的螯合技术来研究这的物件，这是目前上盖新、上盖安全，而且是上盖有效保护目睭的良药。听众朋友，咱平常时啊，你都感觉讲有视力的减退、白内障、老花眼、视网膜病变、黄斑部退化、老白油、白网症、大眼睛等等，甚至。你本来都已经是近视，尤其是高度近视的人，你拢会当来甲挖课，来甲挖课吼。啊，当然，咱平常时如果你若是讲吼，啊，时常咧用电脑啦、耍手机啊啦、看电视的朋友，包括你的工作是需要去进这个小小的物件，大家拢爱看，你目睭一定会比较吼，较容易损害到。啊，是讲吼，啊，咱啊长期间吼，伫外口咧走外步，不管你桥多歹，啊，是讲你是开车的朋友。有可能你会挂一支乌林的目镜来保护你的目睭，这真好。但是如果你若长期间安尼落来，对咱的目睭的伤害嘛是真大。恁拢有可能吼会提早比人吼早一天就着白内障，吼白内障。啊，当然，如果若是讲有遮个镜头的朋友，包括吼你的头颅、你的视野吼，是咧看遐物件的人，你会当来吼挖可咱的金立明。第二代吼，啊，咱圣山公司金立明第二代吼，这是由着咱加拿大尾巴药厂吼所来制作而成啦吼。来，接下来去另外要来甲咱推荐介绍吼，这是咱的圣山软骨素。咱圣山软骨素内面有真侪成分吼，真侪成分拢是日本吼专利啊的成品的物件。啊，这软骨素内面伊有日本的专利，就是软骨加原，包括日本专利乙酰葡萄糖胺。这个乙酰葡萄糖胺，伊最主要是咧吼修复咱受损去的软骨、硬骨，包括咧制作吼咱关节吼凹翘，不管是啊这个手的部分，也是讲脚的部分，这个凹翘关节这个所在吼制作，伊骨长骨长，和咱这个凹翘的过程当中会当润骨。吼、哦，会当润骨，那像从咧尖肌油迄一般，安尼咱就较袂去伤害着咱软骨，啊，较袂去伤害着咱的硬骨。啊，如果咱这个啊关节这个所在，如果曾经也有去受伤过的话，有可能你这只骨长骨长，而且功能会减退。啊，这个功能如果那是减退的话，你吼、哦、啊分泌出来骨长骨长，伤过头少，还是根本你无在调，人去分泌骨长啊。你当来个挖去吼，咱圣山的软骨素，日本专利乙酰葡萄糖胺专门咧做着骨长骨长。如果若无只骨长骨长来甲咱润骨的话，咱的手脚、咱的脚脚、咱的关节的每一个所在，真容易会去损害掉。简单讲就是吼，你打碎咧磨吼，你迄个软骨咧去磨害去，啊磨害去接刷入去，你就磨着软骨，就是开始关节咧疼痛的时阵。圣山软骨素内底也够有连德糖小分子加原200，包括维生素 C， 也够咱的美国 NEC 200分解加素，也够有爱尔兰有机海藻钙。
这个爱尔兰有机海藻钙，这是补充到咱人类骨头当中的钙，上钙有效的物件之一。当然有真侪啊，迄、那个产品啊，伊拢强调讲哇，伊的这个产品内面会当补充钙啊，补充什么钙？当然迄是吼，因、哦、啊因的认为，但是咱直接要甲听众朋友，要来甲恁介绍目前补充钙上钙有效的物件，就是咱的爱尔兰有机海藻钙这个物件。所以这个物件就是咱这个软骨素内底主要的成分就对了。所以用这段听众朋友，有人甲咱介绍个非常清楚了对吼，非常详细吼，处方啦，什么种种拢甲恁讲个非常详细。软骨素甲是点里面的第二代了对。所以啊，个咱五宝俱乐清，这费用吼未使回楼客。火药来落课对啦，像咱一条狗啊，安尼感觉就对了。落课也疼，开始惊人杂七就对啦。有诶物件对，又开始疼。一条狗啊就未痛，未痛就归臭红红。做上去话，咱火更感觉意思了对。但叫他掉了对啦吼，有阵时咱走未赴啊，跌脑里看别安那落，跌心中看别安那落，后尾就火未痛，跌脚未痛诶哦，去把它清净了呢。做上去话，这五宝。虚毒清改价吼，保顺健南树丁钙合产品的店吼啊，帮你出问题，咱知影吼。讲保顺健非常少，日本韩国一年销售5000万辆，台湾多独独电台改咱的责任呢，违法借款就关和咱责安尼两两吼。所以除了这产品以外，咱用许多山这产品来做搭配做使用。有你们不了解，拍电话做详细询问，空白空空空五八。6 6 8，好嘞，感谢啊，咱哥等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转国免费的电话专线0800-0500-6 6 8哈。电话在下八点到下午的七点啊，咱拢专人来甲咱做接听，不清楚不了解，电话甲发过来，公司拢会兴奋啊，来甲咱做回答哈、哦。好嘞，下边时间呢啊，开放可以的电话啦哈、哦，开讲报道啦，无所不谈哈、哦、啊，咱电话那是有卡通呢，还给收音机拜托哈，转到细声哈，啊，讲话较大声一点哈。啊，咱的电话这是2699456哈，2699456。但咱们电话话无他朋友啊，哪位卡，那就麻烦大家一个空六哈、啊，好嘞，感谢。来，好来，电话别来，来你好，嘿，嘿，来你好，你好，三位大哥，是你好，你们的，没，哎，请教你哦，捞啊是什么意思啊？捞啊就是白菜啦，哦，专门的港片的呀，对了，对啊，奈何啊？哦，了解，谢谢你，啊、哦、啊、哦，谢谢谢谢，哎，你好你好，喂，喂你好，喂。喂，好，来来，好来，三位好。哦，我啊，现在讲个城市站哦。哎，你想盖好个房子，现在咁怎样？嗯。哎，我有这个建议，是讲我想我啦。是。你摆，咱是讲咱有路牌，拢路牌拢甲白起来。哎。咱但是咱在咱路啊边那行，对不对？嗯。啊，伊那边用电话引接无啊？嗯。后边是条什么路？什么路？伊唔知啊。哦。哦，安尼啊，恁知影路啊，唔知影路啊，恁他唔得拍也对。无啦，用定位啊，都无咧看路名啊。对啊，阿姨嘛是伊讲啊。恁摆一个白起来，伊最大光有。无啦，伊知道啊，伊但是伊个用那个，伊个迄个什么啊？哎，卫星定位的，到时伊个伊个知伊即摆什么路啊？什么路？什么路？伊得讲啊。阿姨，恁摆啊都无介意啊，可以啊。无啦，你听我话意思。我知影啦，伊个意思我知影啦。因呐。因那用卫星导航，你像我咧跳都爱徛喺外管区，唔知阿路，我根本就唔得看路牌，我看卫星导航嘅。对啦，系啊。你看卫星导航，阿咱咧路牌，我拍起来，你听下无？
啊，就无下你白起来，伊即马来到交一位新导，你咪先去讲，讲好就来去讲，这是中正路啊。啊，你今日好诶。没啊，这主要就是因起来时阵爱还家先做第一双先拍，重点是这样俩啦。是个爱拍，讲我都白白白起来。我呢度路白白起来，马个门牌唔全部拢白白来糊，咩咪得啦？你用喷石甲喷滚咧，喷石甲做，我好头做来打住咧，不是啊，咩啦，哎啦。感谢，谢谢，好啦，你好，你好。啊，你好，喂，喂，你好，喂，喂，你好，哎，喂，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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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三位帅哥，哎，你好，你好，哎，讲迄个头家咧，换迄个讲下是不掉油啊，吼，好好好，头三位，我都困唔掉啊，我都困唔掉啊，哦，哎，困唔困啊，哦，够好，可以用迄个巾啊包起，哦，就我死就掉啦。啊，咁咪？啊，呢度呢度呢度，差不多冇事，人生事。哈哈哈！哈哈！哈哈！咁咪北桥后生话对对得了而啊，你咧？系啲啊。花街哦，喺呢度转嚟哦。对。佢强调，哎，强调两眼咧。哦哦哦。啊，伊差不多咧生人咯。嗯嗯。系咧生阿姐嘛？喺度讲做头毛机哦。我玩咧是龟白那种，伊就龟啊咧。哦，安尼哦，多龟白，我生起安尼哦，一支头长安尼，佮上翻袂水安尼，翻袂安尼。我一过来滴无，啊你即摆个长哦，对啦对啦对对对对。啊你较细哦，啊是共款拢拢洗袂离啦。阿生，我听伊讲，山山也是会啦。我听伊讲，迄阵讲查囡仔讲熬剃光头的呢，规日咁样。我严重嘞，规日剃光，光剃光头的。我啦，我早起啦，袂晒啦。有啦，我现在读册时阵做剃光头的查囡仔。哟，那可能上严重了，啊，规日剃光头剃剃。啊，你啊你啊啊，粗啊，我做的。啊，你啊对的，你家做囡仔是对的。我就是台南的。哦，台南哦，台南对一区啊，啊，对一区啊。我喺你后边了诶。哦，后边啊，后边哦，就昆明边遐啦哦。对啊，头面人我嘛头掉。哦，我咧哦，我头掉对啊。哦，想到回忆一下咧啦吼。我头面人我遐那想到声也过会惊。哦，安尼哦，哦哦哦。哥哥，迄个哦，我是较少啦，啊，阮堂妹因咧吼。诶，费新闻。人啊，放菜拢个水吼。啊即卖啦咧放哦，啊迄个边遐一挂迄个鸟，伊毋是鸡仔吼，哦走去通，通了了，哦哦，鸡仔，啊鸡仔佮通着喷油啊，遐唔鸟鸟鱼，鸟来头面糖的啦，鸡仔。头面糖那是食哩，头面糖的，头面糖的，好好好，啥头面？鸡仔拢的，这是只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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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我报的唔是头面糖的，遐年代我都见过啊，遐我都见，啊这个头三辈我都，啊当我都啥子啊？我十九年住的，我都七十几岁啊，那种迄阵的时阵嘛，啊，真无啊啦，真无。我都感觉听人讲，面谈个你也个寂寞又清醒个假落，风光无啦。哈哈哈哈哈！我一个会惊的，哦，这样子，谢谢啦，谢谢，感谢，感谢，一种回忆的陪伴，哎，你好，你好，哎，那个乖吼，乖，温馨的，没有温馨啊，你今天就是要看，要看，别看。这个是就是消贪的，啊！咱这么我讲听吼，咱议员是咧审查，做个法案，拢经过议员审查通过，嗯，哦，啊！你做市长来讲，哦，不好过，你在议员冒鬼的装声音啊，贪名声音啊，你今日无代志嘛，你就是消贪嘛，咱当初后边嘛讲，2008年要通过，这里位就是要把关。个国家重大大事，买唔着，买建设大事，就是二位吼，爱来把关。但是你可温柔咧，你是讲哦，我做出事，你我上大了，哈、啊，嗯、我上大了，我要爱，人要搞，要搞头一时要给我，拢无人看着了，啊，我讲真啦，今仔明仔明仔载就对啦，今仔下班。把班老大人看了，那不班长看了，哪里哦？你们这种人工课就别放门口了。是，上万看了。OK， 哎呀，上万看，我都哇，这代志呢，啊，各个其他兄弟搞那个批评工，啊，这警察官不好用啊。哎呀，你嘛你讲啊，你讲多没啊？对不？好，谢谢，来，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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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你好，喂，张宝哥，你好。
因都遐有 CP 组的节目，我让请工商总讲个工商讲出，还佫长条，佫卡起来讲出较严重。工商。安尼科学无责任，啊副市长嘛拢唔知嘛无责任，就是应该做来就爱有心查过遐，委员大家拢在在做弊嘛。你爱有一项事是做会到的吧？我伊安尼意思，唔知大家听有无？我若讲这个副市长无应该负责任，安尼村咧就是应该只有开过会者，有善行意见的就爱拢在做弊个吧？刚刚看你安尼想吧？哦，啊无。无你阵啊放伊讲，哎，阵啊，伊阵啊，佫甲你用一个讲，哎，啊，柯文哲这都无法度证明讲，反正就是人工，唔是做安尼就对哇。人阵啊要做白痴，就无做安尼，安尼总是爱有一寡巧的人出来打吧。就是安尼啦，哈。好，谢谢，你好，你好，哎，你好，哎，你，哎，你好。奇怪啊，真系。哎，奇怪，真系都冇声，奇怪哦。来来来，那个电价价切等下，等下啦，等下我来。即系二六九九四五六啦，吓，你又嚟？喂，喂，孙大哥，哎，你好，好，阿星啊，阿星你，孙子我拢帮你。哦，冇多人帮啊，哦，唔是啦，你拢大家拢误会啊啦。阿哪讲？你拢误会，检测怪那啦。哎，叫咁放会出去个啦。哦，疫情故重对了。病毒无迄个先放我出去，伊遐挂会出，一点拢会严，拢会迄个后壁你免烦恼。嗯。我甲你保证。嗯。哦，后壁绝对拢会你照就大意，这个关起来。嗯。你目前先放会出去，遐无啥。现场台北这厝起足济足济的呢，迄时阵啊，伊即马哦，迄个现场在偌济厝吼，或者八十块的，这个八十块厝唔在足济，迄是拢阿无报出来尔。伊即马规划吼，法官那厝吼，这八十块那是人是当好伊吼，都无大事啊，只要买手机啊，伊即马会。你即马拢在 N 二啊？嗯，免介意啊，坐啦，免就继续挂呀，坐啊，我等到啊。大家爱情少少少，是啊，你即马无在家己压起来，是，你即马没好意思，你即马拢是当个字啊，是啊，是，你即马未用电脑嘛，未用迄手机啊，拢未，你即马要电脑要创啥，拢压个字啊，是，是，爱情少少，是，聊聊，即马吼，咱空气多，哎，你好，你好，你好。哎呀，姐，听你讲金门挂五千几多呀了？挂得挂啦，金门五千几早在咧挂，啊，就一边，伊个生意人定啦，啊，一边挂强威啊，一边挂迄个做，迄个搞迄个门雕的搞迄个。老也别看，你为啥不不看呀？咱这边是闹可能发生这种代志，也蛮所以在现在在跟水管来挂掉。五千几多呀？有啦，我咧叫你带人过来啊！来，台北接头，你一样过来。我问你，为什么检察官识别啊？
但是法官是较棒，哎，蛮讲唔对的。等下那个什么都唔知，法官是快一点啊。对啦，啊，这个啊，明明拢是迄个国民党嘅庄小平去咧甲告啦，咧甲检举，啊，这个国民党他讲嘅咧讲拢都民进党嘅人，奇怪，庄小平是当时民进党请。来，这个就讲个，好，来，感谢。那咱有看到这个国栋的发言人叫做吴怡萱吼，伫今日去讨诈去告钟小平，因为钟小平讲国啊吼，你这样花钱啊，那边讲提三四亿，啊，当然去告了时阵，钟小平啊，来个呛声啦，讲吼叫吴怡萱叫这个国栋吼爱放下道德立地成分啦，讲恁家的这个贪污的集团啊，佫唔认错啊呢。那老人家强啊，哎，就来讲一下广东的老人家啊呢。啊，这个吴宇轩哦，在记者会的时阵有无吼？在记者来甲问啊，讲我你七公前个怎样问伊家花钱问题啊？啊，恁主席讲伊唔知，你敢要重视？应该记者也倒问题，因为恁也比侬压出来啊。好，拜拜，感谢。今日直播嘛，感谢同事台收听哦，咱明仔在空中再会哦。是，好，拜拜，谢谢。